外包装不只是保护商品，更是品牌第一时间接触消费者、培养情感的起点。在陈列架上，品牌如何成为亮点？透过设计，帮助产品逃脱通路的绑架与价格的制约。大家好，我是麦捷广告创意总监陈进东。一路从 4A 广告公司到现在的创业多年，服务过的包装客户包含 2C 零售通路、食品餐饮、美妆保养 ,2B 传统制造、科技服务业。台湾的中小企业行销资源有限，如何借由包装设计提升产品价值？这次透过线上课程将和大家分享如何将产品再造提升为精品。好，我想今天课程时间很短哦，那为什么这个因缘能够开这个直播？当然我大致上也会稍微针对今天的课程做一些简略的说明。那我先把荧幕先分享到我的简报。